晴正景的时候，一片图漂亮。如果在秋天来的时候，就是整片把你包围起来的枫叶，很美吧？这连披了这个，来呼应这个身后的枫叶，因为这样拍照起来一定。求正极，我们稍微走一下看看吧。啊，我走在那个桥上，哎，目前没有人，好拍照。啊，看到这阳光，太耀眼了，我好多位置好了。啊，就是哎，我走过来这边，这里也很美吧。是吧？来这里真是太好了，有感哒！嘿，哇，我自己，我这个人说话，然后不然掉下去就糟糕了。美丽的枫叶，哇，这个画面，很漂亮吗？希望你也在这里。